都每一年都是透过一些比赛来调整每一个人的状况。那今年我们就是比较特殊一点，就是补进了金华国中，也是蛮特别的一个高一新生，有185公分的身高，能够打到控球。那我们也是蛮期待大家在未来能够帮助我们的加商一些控球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们毕竟我们这几年收的控球的高度都相当的矮。从我们今天比赛，我觉得就是学生在去学校练球状况跟我们出来比赛状况其实落差蛮大的，对，所以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透过这些比赛来一直培养，不管是团队间一些默契啦，或者是一些对彼此的了解也好。因为现在我们确定就是有四个，就是安康国中的。还有一个金华，对，还有一个宜兰中华，他们毕竟还没毕业，所以我们磨合的时间很短，有些甚至都没有还没有来练过球，像玉成跟佑瑞，这两个都有跟着我们训练，那在磨合上，我相信应该不会太大的问题啊，因为毕竟在我们在练习赛都很常碰到，那他们知道我们的一些系统，那我们也知道他的一些的进攻的方式，个人的一些动作，所以我们都可以在他来之前，我们都可以去先帮他规划好他未来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啊，我叫周佑成，现在读能人加商，自己比较想要来能人加商，然后能人加商就是也练出很多空位吧，对吧？国中刚毕业，来到高中就是。身体碰撞就是会比较大，啊，自己还没有练好。大家好，我是能人加商高二王正瑞，我打的位置是控球后卫。是教练给我们设定目标，他给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防守要够强，够强。我觉得在我们上个赛季防守还不够，强度还不够。就是这次的杯赛比较要求的是我们的防守，他们都还不错，就是他们打法在国中的时候打法跟我们这边很像。对，其实磨合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一些战术啊，然后一些观念就是要加强，每个人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比较想要拿冠军。